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虎尾科大的团队，我是丁彦凯同学，我是叶佑君。那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实验呢，我们今天做的实验是乒乓球碰碰摆实验，这个主题呢会跟小朋友们的自然课的力与运动这堂课相关。各位小朋友可以看到，这是我们的实验所需要实验的材料：棉线，再来是我们的胶带，再来是我们的两颗乒乓球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截取我们的棉线，取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，大约30到40公分不等的长度。那棉线越长呢，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就会越长。再来呢，我们拿取我们的胶带，去做我们把棉线固定在乒乓球上面的动作，就如同学长的手一样呢，帮我们的棉线固定好在我们的乒乓球上面，使得棉线不会去做脱落。两个交叉粘贴已固定好我们的棉线在乒乓球上面，那第二个球也一样是以此类推去做粘贴，去做固定。这是我们所做好的成品。那各位现在就会看到，我们现在两颗球正在做正向的碰撞的运动，那我们频率相同，我们所需要能量也是相同的。那由于线比较短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手摆动的幅度就会比较大。我们这时就换上我们比较长的线，那我们现在就试着去把它摆动它。对。那因为相对线比较长，所以所需要力量比较大。那反之，我们的手摆动幅度就会比较小。那这符合我们正向碰撞原理，也符合我们的能量守恒的原理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在家也可以挑战看一看，我们这个乒乓球摆荡实验做上下摆动实验，就像我们运动开合跳一样去做上下摆动。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小朋友。